螺旋大机、电控箱、电控箱。啊，第一步，电源开关打开，电源指示灯亮，然后上料开关，上料开关开，上料开关，然后主机开，主机开。然后主机关，加热开关，这是油盘，就是油盘上的油加热的，然后加热开关。放开这个插板，放开插板，放开踏板，油流到油缸上面，流到上面面，然后开启真空泵，开启真空泵，哎，然后开启真空泵，真空泵灯亮，啊，油就是滤完以后，然后再关真空泵，啊，操作完毕。前准备原料花生米、虾子饼、虾饼，搅拌匀，搅一下拌匀了，你夹这个啊，少加一点水，因为这饼太干，啊，加点水，搅拌均匀。每次沾完油，用盆或者用桶接半盆饼，作为下一次榨油开机前准备，这个不用了 ，OK 了，行了。以前是收工啊，那得买了嘛。我把这门干什么来呢？第一步，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。买的。第二步，再开上料开关。开主机，主机开。这边。对，刚开始下料，少放一点料，不能太多。有时候你看什么？你看，饼完全出来了，饼从这里面出来以后，这边可以大量的下料，对，这样可以大量下料。烧出来吧，可以吗？
先蒸一轮。从这儿到的中，从这儿到的中，到地上一中，到地上吧。到地上，到地上一回。可以关了，给他。先把里克顶上去，以前组长都是把这里克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交一下，啊，对，啊，就把里克。
现在。哎，等一会儿先开真空泵，一会儿再开阀门。啊，现在是关闭状态。好。这阀门都让它关闭。水是不能打开。打这个阀门，哎，把这个阀门打开，开始现在开始过滤，啊，你看油开始往下下，开始过滤。然后给插门插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过滤的时候开开真空泵。开启真空泵以后，然后这个阀门打开，处于打开状态，然后油开始往下下，啊，你看，明显的油，是吧？现在大开了是吧？好，开吧，打开。别火呀！你红台，哦，红台是错，我知道。面包车可以拉过来不可以？面包车，留着呗，这就洗个洗干净。现在关闭了啊！为啥会关闭呢？啊，加热了是吧？加热关闭了。玻璃都给它加热关了呗。嗯。还烧着呢。炉着呢。旁边是关了都。炉子关了。自己跳啊。关着吧，都拉到负压来，大到八个压都中。你拉了真空泵，你下到啥时候关呢？到啥时候关？八压，到八压的时候。到哪时候关？你给我说说。到哪时候？八个压。你叫我看看在哪儿呢？哦，九十八个压。你叫我看看。这个压力不能超过八个压。到八个压的时候要关闭真空泵。到八个压的时候，你看到八个压了。嗯。然后关掉真空泵，哎，关掉真空泵。咦，这家本身那都快黑乎乎的，欺诈是吧？没经验。你讲是，抽干了都。干了，抽干了。今天抽干了。嗯，抽干之后刮一下是吧？随后把渣刮掉。啊，把渣子刮掉。弄到这个饼里。哦。或者下一次再扎也行。啥节油啊？留个份，搞留个份，没有关呢。放一会儿，先放气。放气是吧？来，是不是放气了？讲一下。好，放干净了，我压着了。这个操作的栓呢？那个关闭气源，关闭气源，然后这个阀门打开，慢慢打开。两个标准不会动，还能关嘞？这开的开准的，开准把气放来的。嗯，这会是你的说，这会都是开来中的。这属于打开状态阀门。嗯。啊，然后放油，这时候关住。电池。你给人，别挡着光。完了，流了不下，怎么不下？有库里边有流，倒里头。流。这倒库里，
走走走，谁杀呀？